妹安娜介绍迄个产品。介绍迄个产品啊，唔要安怎介绍迄个产品，你有讲的就好啊。小等者吼，你饮料体对镜头吼摆一个吼上妖娇的姿势，再吼用上享受的表情大大啉一嘴了，对镜头讲：我美丽的身材就是喝这罐金价水果汁来维持的。安尼就好啊，好啊。那会当开始啊？在拍广告呢，你无笑一个是要哪翕啊？对啊。预备。小蛋。又搁安怎啦？我拄只小大啦，速工走入去啊。哦，你那真是假路啊！你什么臭子啊！你真正是敬酒无食，要食罚酒呢？我想要创啥？你等下就知影啦。放心吼，我会作温柔的啦。你若是敢对我呐，你就知死啊！我已经报警啊！你要紧？应该到今麦才知。咱两个，搁有啥物好讲的？应该讲的拢讲完啦。还袂讲煞。原本我搁在丢丢，要安怎面对家己的心？要安怎面对你？结果我唔知影是安怎，我就行到这，搁拄着你。我今麦才了解，这所有的一切拢是我想太多啊！因为对你坦白，我对你还搁有感觉。是我今麦唯一想要做的代志。你呢？你敢愿意对我坦白你的心意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违背咱当初结婚时阵的约束，是我亲手毁掉咱的家。都是我的嘛，不过所谓的后果，我会担。我干那希望天公伯，能保庇你后半世的人生真平安，无烦无恼。你明明知影我想要听的不是这個。你明明知影，只要你今麦讲出嘴，给我留落，我就会陪你，我就会陪你面对一切。
生到死，我爱你心拢袂变，因为你是我心心相依的小刺猬，我甲你心是永远连做伙啊。我的心已经用你给我的爱充满了。公公就是关键词，是要创啥？你是不是搁有啥魔术要表演给我看？可能我搁要给你失望啊！我无花招，我无魔术，唯一共款的，就是我对你心无变。你是你啊，你是你，你对我还够感情啊。我讲过啊，我的心，这世人敢若有你一个人。Thank you.